啊，我刚刚小屁孩子打了四个还好，对呀、啊。哎，我们之前下岗只有掏那么一次的哦。游过去，游过去找他。
够水了，够水了。对呀、啊。真、嗯、我。已经那里了，就是前の方の席、体勢が飛び始まります。十分にご注意ください。来，请大家看右边，那个就是阿伯亚的水果店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就买水果就好了。好，有人看到什么昆布啦、张贝，那就说我们要来菜市啊。还在跳舞了哦。跳舞。车子哦，车子哦。这阿伯亚，阿爷成交啊。阿伯亚不要成交。哦，跳舞的时候。水蜜桃还有，来来来，小朋友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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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现在已经进来了。试试看，这个就是日本的麝香葡萄。哎呦，你要不要？有了有了。可以让他解一下解离开。各位啊，不要站在路中间来靠边靠边。等一下，我把它翻面。这个不用洗哈，这个是套袋的哈。然后加，然后加，加加加。你想吃吗？老家，各位车子车回来再买。车子车啊。回来再买哈，把它吃完好不好？对。
啡，你在那边逛啊，鬼酒，嘿。喂，冰淇淋，这里有在卖香槟。大瓶满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刚刚刚刚端出来那个水蜜桃，他说是600才够。对呀、啊。一百是够。对呀、啊。那个在台湾要卖600才够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够了。我讲过了，其他的那个什么温度啦，干脆一年还有那些糖果饼，我讲过了，到时候你再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去拍照，来，先找柜来，对吧？大家认好回停车场的方向，就是这个红色的大草展望阁，这条路直走就是停车场。OK， 来，我们先去拍照，你们就可以看。好，拍照打卡就会上车尊了。放到工地哦，对，谢谢吧。无同款的师傅。
上海话是难听。没有。你不要跟轩宇，那个他独照，哦，独照的呀。年轻真好，什么拍都好看呢、啊。那我也独照，我也要独照。现在不用先独照了。你们年轻真好哦。你比赛输妈妈，你们两个嘞？按照我们两个。好，等我帮你们。我先看着你先，这个、你帮我拿走好了。好。好。不然你帮我扶着好。好，我帮你扶着。没有吧？扶这样子。好，扶。来，1、2、3 OK 吗？ OK 好，非常 OK， 应该是 OK， 对，我在旁边看是觉得蛮好的。好，快点啦！哎呀，吃水果对孕妇很好。有一胎儿啊！谢谢的。我早就好喜欢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还乖乖给你的。那个是果实啊，不是蛋啊，是种子啊，那是。很好，没有睡着，不然我们要被抓去。还是抓到那个小房间突破口。好可怕。上次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是看到，好想要在。我们三月去的时候就这样啊啊啊啊，然后这边啊啊啊啊嘞。我都改讲吼，我讲这声落落的吼，等下啊早上先报给你听。来到日本，今天怎么来日本了？一整个连客机都要。你那听到啊啊啊，就是在讲日本搞啊。设为闹钟安尼。系啊。这里要集合啊，来集合啊，这里袂哭啊。
两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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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放了，没带来，放了，已经干了。那我们该煮菜了，是吧？我们也要换一个蔬菜，我们还不错。啊，我就看。我觉得那个看起来不错。嗯，两个，一样啊，就是两个一圈嘛。对呀。这么多吗？弄啥公司啊？弄啥？公司吧。公司里有我。啊，这么多吗？对吧？一样也安全嘛？我这边都可以啊。他说苹果。你要偏粗吧，还是说拿片子啊？我们没有包裹，我们明天还要去另外一个。下来，对，然后他这样，下来，哦，四只了。你直接往里吃。不进四斤，拿去一个。三千。葡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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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反正就是一个五百啊，因为我们都是一起的，还一起的，对啊，是不是？记得了，记得一块，一两千，如果被刚刚说，对不对？方便塞，卖两包啦，你就卖包，你。要多赚几条，我看看这个，是吗？我啊。黑葡萄会煮汤的话，哦，记得上面这个不是肥沟哦，它是怎样的？它就是结晶体。所以如果你们是要煮锅炖的话，结一块泡到水里面，直接就可以煮汤，煮锅炖汤什么的。不用剪开大块，这样比较厚的，就是可以拿来日本人就是在当做卤一样。那如果你没有卤的时候，就是那就是台湾那种像那个海带一样，也可以吃进去的啊。那日本人他们调味的，哇，还有三角香菇，哦，是吧？有，对啊，去拿一盘。那个导游面较大，所以其他的。好，来，谢谢阿玛卡斯，那个请大家来吃我们的好吃的香葡萄，记得吃，谢谢，然后呢，想如果觉得好吃的，请大家喝的哦，本来在我们这个店三千，觉得不错啊，是啊，来啊。偷偷在跑，躲在你后面。
蛋粉。第六，各位听我讲一下，这里就是一楼的车站，山上只有这一栋住。那么这个楼梯上去，二楼就是他的商店，卖东西的。第三层楼是人家的咖啡厅跟餐厅。夜景要上去四楼，那个露台就是户外看夜景。应该一机都够用嘛。
我还好哎。哇好，来接着他们。嗯，这种鬼话。